是一片光明，是明亮的，这是真的。有没有人证得呢？有，我们在古圣先贤他们文字记载当中读到，最近的虚云老师。 我们相信他不会骗人。《脸谱》里面记载了一段，老和尚有一年过年，他住茅棚，茅棚跟寺庙有一段路，通常这段路总得要走半个小时以上，小路。 他到寺庙里面去拿一点过年的饭菜，拿到茅棚去。茅棚里面吃的米面、油盐这些东西都是寺庙供给的。自己呢种了一点蔬菜，在茅棚休息。 他到寺庙里面去拿这些日常生活必须要用的东西，回去天还很亮，没黑，很亮，他就走回去，走到半路，应该是快到茅棚，看到对面来的两个人。 也是寺庙里出家人，手上拿着灯笼。见面的时候，这两个人看到虚云老和尚没拿灯笼，就像虚老师，天这么黑了，你怎么没拿个灯呢？虚云老和尚一惊。 天果然黑了，你看他没问的时候，天是亮的。这一问的时候，马上就黑了。没问的时候，老和尚心清净。你像晚上这个5点钟，太阳虽然下山了，天没有黑。他永远就保持这个样子，没有分别执着啊。 人家一问呢，好，分别执着立刻起来了，这个境界就不见了，说明大光明藏真有。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，会偶然遇到。如果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永远存在。 那这个天怎么变黑的？无明吗？什么叫无明啊？起心动念就是无明。一起心动念，常寂光净土没有了，产生变化了，为识所变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十报庄严土，还很不错。 为什么呢？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一片光明，不需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不需要灯火，永远是光明。极乐世界没有昼夜，昼夜怎么讲的呢？昼夜讲花开花后。 莲花有一定的时候开，有一定的时间它就合了，会再开，以花开花合作为昼夜，花开的时候是白天，合起来的时候作为夜晚，来做比喻，从来没有天黑的。
西方世界人需不需要休息？不需要。啊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他怎么生活？啊，他的能量怎么样补充？他的能量是永远用不完的。为什么？自信。啊，不像我们了。我们迷失了自信，完全靠自己收集一点养分来支持这个身体。啊，跟自信完全脱节了。自信里面永远用不完的能量的时候，我们就产生障碍了，它无法供应我们。道理在此地。什么时候能接通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就通了，就接通。那如果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虽然没有完全接通，它能够影响到你，啊，能够支持到你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阿罗汉，他有这个身体在世间，他消耗量很少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带的僧团，僧团是一天吃一餐。日中一时，啊，心地清净，消耗量很少，啊，一餐的够了。阿罗汉七天吃一餐，啊，他就够了，啊，一次补充可以支持七天。那辟支佛的定功。比阿罗汉高多了。辟支佛半个月出来托钵一次。啊，他吃一餐呢就能维持半个月。一个月在外面托钵两次就行了。不容易见到他。啊，这就是说。啊，能量消耗。啊，能量消耗最大的消耗，消耗到哪里去了？可诸位说，消耗在妄念啊，劳心劳力消耗并不多啊。这是我早年跟李老师在台中学经教啊，我在台中住了10年。得到的结论啊，李老师在那个时候，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，他每天上班啊，两个学校的教授啊，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啊，他上课。啊，那么他自己还有很多事业，有一个台中联社，有一个慈光图书馆，有两个幼儿园，还有一个养老院，还有一个菩提医院，他都得要照顾。啊，那么他是很好的大夫，有很多人找他看病。他虽然不挂牌，但是知道的人呢，身边都找他了。我们这些学生呢，不用说了，他全包了。还要每一天跟信徒见面，啊，天天都有。啊，因为我到台中那个时候，民国46年，啊，我去的时候。
台中莲社的莲友啊，20万人啊，他把它分成48个班啊，阿弥陀佛48愿分成48个班，每一个班的代表每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，48班，所以他天天要跟大家见面，每天下午至少是2个小时啊，跟大众见面那么多班呢啊，大的班1班啊，人数少一点的1班啊，天天见面的，忙得不亦乐乎啊。他的工作量我那时候看超过5个人的工作量啊。那他每天吃饭呢，吃一餐，我那个时候跟他学也吃一餐啊，吃的很少啊，这么一点的小馒头，像鸡蛋那么的小馒头2个。我跟他在一起2个我不够啊，我都要吃3个。所以他每一天生活费2块钱台币，2块钱，我每一天要3块钱啊，我也吃一餐啊，2块钱吃不饱啊，一定要3块钱。所以我一个月生活费用要90块钱，他只要60块钱，那我没法子跟他比啊。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呢得出了结论，我向他人家报告，我说能量的消耗90%啊，大概95%的样子，应该是这样，消耗在外面啊，正念消耗能量很少，就胡思乱想啊，想的太多了。老师给我肯定，他说没错，确实这样啊，妄念少，心地清净，消耗能量少，身体健康。啊，这符合于养生之道啊。所以起作用的时候，森罗万象显现，叫烦心，太繁杂了，心就是起来了。啊，你看起印万常。啊，一念不绝而有无明，那是感。那自信呢？自信有因，因就是现象啊，展现出宇宙，展现出万法啊，展现出自己这个生命体啊，很复杂了，没有法子，你能把它解释清楚吧？那一部《华严经》就是佛为我们说出这个万差的分心。古今常然，名为法耳。无论在什么地区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它都是这样的，它不改变的啊，像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啊。古今是时间，它超越了时间，它超越了空间啊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要发耳，就是它就是这样。法尔两个字用简单的解释，它就是这样的啊。那我们勉强解释呢，就自然是这样，自自然然，没有一丝毫勉强，没有一丝毫
造作啊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啊，这叫法号。解释这个名词，信其凡心发而止啊，你了解真相之后，你自然就不会起心动念，不会分别执着啊。为什么？那不是真的吗？包括自己的身体啊，所以对我们的身体要不要去注意呢？不需要啊，不需要，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啊。起心动念要怎样保养？错了，你在里面加了意思在里头，它就不正常了啊。正常的修行人先清净啊，他所过的生活，古今常然啊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生活方式简单了，3000年后今天这还是一样。修行人住在深山不出来啊，跟外面社会不接触啊，心地永远清净，生活永远简单。那每一天一点点东西就能够维持它的能量。啊，众生迷失了方向，迷失了自信。啊，造作种种不善，带来的是灾难。菩萨有缘，啊，这修行人有缘呢，行菩萨道啊。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他真有办法。啊，可是那些苦难众生相不相信的啊？你相信他，你跟他学，有福了，哎，你也得解脱了。如果你不相信啊，你认为那是野蛮人，深山里都不出来，他懂得什么？你忽略了他，当面错过了。就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肯定有。如果没有，这地球就会毁灭。有这种人在，他的那个功力啊，虽然不能化解灾难，确实他有能力减轻灾难、延缓灾难，这是肯定。啊，而且菩萨实现各行各业啊，啊，凡事弘扬伦理道德因果，不论是什么身份啊，无论他是自己在学习，还是把学习的经验常常给别人做分享，都是菩萨行啊。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。啊，非常可能，这在理论上讲，佛菩萨再来的，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你看五十三参，佛菩萨实现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
各行各业有没有？有啊，不能说没有啊。啊，理论上是决定能讲得通，啊，事实上就决定有可能。啊，所以我们对啊这些表现伦理道德、演说伦理道德，我们要尊重啊。我们要随喜，我们要护持，那这叫护法吗？啊，护法怎么个护法？具体就是随喜。随力随分的去学习，啊，让他教学，视线的影响力呢更大，这真正无知。下面文字也不多，是贤首过世的开始。为真如之法，法尔随缘，万法俱心，法尔归心。你看他解释信其凡心，法而知。四四十六个字，真如之法，这个法的意思啊，深广无际呀。真如不是有无啊，真如就是自信。也叫法性，也叫真心。大乘教里面，它的名称至少有几十个吧。说一桩事情，一桩事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来说？他真正的用意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，你懂得他的意思就行了。啊，如果佛说一个，你就会执着这一个。你懂得这个意思，怎么说都行。没有名字相啊，也没有言说相，不但名字相没有，言说相也没有。所以言说不可以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你就死在言语文字之中，你见不到真相啊！啊，马明菩萨教给我。啊，诵经、听教，啊，听教就是上课听讲。啊，听讲的时候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执着言语。那么诵经的时候不要执着文字相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就怕执着。你看看，不执着就是阿罗汉，执着是六道凡夫啊。不分别是菩萨了，不分别就变成六道凡夫了。啊，我们想提升自己境界，把自己提升到罗汉，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佛境界。啊，那你要放下执着，要放下分别，要放下起心动念。
放下就是止嘛。啊，所以你晓得，真如自性啊，法而随缘。自自然然随缘，我们要随顺性德，要在这个地方学佛菩萨。佛菩萨为什么那么自在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智慧？那智慧都是自性里面有，就是他懂得法而随缘。这是我们要学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把这四个字佛法里面讲的法而随缘，中国老祖宗把它说成两个字，教导我叫什么？孝顺。法而随缘就是孝顺，一切都随顺，顺就是随缘。啊，普贤菩萨讲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众生造作恶也随缘，我随他去，你不要去拦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想去帮助他，你细心观察缘成不成熟。你得用什么方法？用善巧方便的方法不对呀，人家不接受我。啊，那个执着很严重，业障重的凡夫，不但他不执着，反而他记恨。啊，那你就给人借了恶缘了，那就错了。恶缘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会有报应。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啊，佛教众生决定避免这种事情。啊，你迷得很重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够把执着放下，你做不到。啊，那佛怎么教你呢？叫你断恶修善，在六道里头啊。你能断一切恶，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不尽嘛，总是是多少放一些吗？你不会多三恶道，啊，希望你来生呢还在人天两道，啊，这是佛帮助众生的第一个阶段。教众生断恶修善，啊，有善根，善根相当深厚，啊，能接受佛菩萨教诲，他就提升了。叫你破迷开悟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就出了六道了。啊，生到四圣法界，啊，就是从凡圣同居土帮助你提升到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根熟的众生，所以根熟什么？一闻千悟，依教奉行的。真干的，你就帮助他出离设法界。出离设法界最容易的办法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纵然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也超越设法界了，妙绝了。
啊，《华严经》也不例外。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经录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一个榜样，真的出离十法界了，啊，跟十无众生，啊，当然也不是偶然，啊，他能够接受，他真能放下，啊，真能依教奉行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善根积得很厚啊，这一生又遇到缘了。处理了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，是突然的，没这回事情。因果同三世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决定在肯不肯放下。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就不再沾染。啊，放最重要是心里头没有，啊，事有没有不相干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你心上有没有？心上有的会产生障碍，事上有的不妨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那么事业，比如说，我有很多事业，有很多财产，啊，阿弥陀佛要来接引我了，缘成熟了，我是不是想到我的事业还没有交代，我这个财产还没有处分好，那就完了，你这一正念他就完了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的是说事业不离了，啊，财产也不离了，若无其事，有就跟没有完全一样去了。心上真的没有啊，啊，事上这个东西谁去了就干都可以啊，啊，无需要交代啊，哎呀，你要继续做下去，你可以不要造业，你担心这个干什么？这都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这个念头不能有啊！所以真正念佛人，真正我们知道这个人决定往生，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虽然他今天拥有的很多事业财富啊，心上没有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所以他没有一样不能随缘的。哎，那我这个事业他集成下去，他哪就可以做坏事怎么办？做坏事也是好事。为什么？他业障习气重啊，他业障堕地狱啊，他做点坏事赶快堕地狱。啊，在地狱里面消业障啊，业障消尽的时候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过去那个善根就恢复了。啊，他闻到正法的时候，他依教奉行，他得度，所以不操这个心。啊，一定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：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你看善财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有善有恶，叫你在这里修平等啊，修清净心啊，不要去忌讳这些，没事啊。啊，遇到这个情形，实在想不开，记住一句话，《金刚经》上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。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马上要放下。
啊，千万不要再执着。你才能得大自在。一定要想到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他造作一切罪业，他会回头的。我们不要操心啊，可以不闻不问啊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成就会非常快速。啊，我们成就了，可能他还在三恶道受罪。等他受罪完了之后，我们跟他有缘。为什么？我的事业交给你，我的财富交给你，有缘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你去度他，他欢喜接受。啊，过去生中有善缘吗？啊，你去接引他吗？啊，所以不要受时间限制了，不要受空间限制了，时间空间都不可得。啊，可是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受限制；没有分别执着，时空就限制不了你了。啊，阿罗汉就超越时空。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法而随缘。就是我们前面四德里头啊，随缘妙用啊，啊，后面这两句话讲得太好了，万法俱心，法而归心。你看，法而随缘，法而归心，回归自心啊，回归自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妄尽还原。法而随缘的时候，妄起，妄不是真的，妄会灭的，有起一定有灭的，有生一定有死的，它是个相对法，不是真的。到幻灭的时候，它就回归心了，就又回归自性了。啊，这个性就是前面讲的真如，你看它多妙。确实妙极了。我们能够明白这四句话的意思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天地万物，就放心，放下了。啊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无论遇到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你都欢欢喜喜啊，你得大自在了啊，你能看出一切芸芸众生的业因果报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，能不能帮助他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他不接受，他在迷，他有严重的执着，不能说他啊，随他去啊，造作一切不善，受尽苦头，回头了啊，他要不受那苦头，回不掉头。所以那些苦头啊，对他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好处的。所以无论他堕地狱也好，堕恶鬼也好，变畜生也好，都有好处。啊，他不经过这些，他回不了头。啊，必须吃尽苦头，就慢慢才醒悟过来。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佛菩萨出现，啊，
引导他，帮助他快速的成长，快速的回头，他能修行正果。这个四句话好啊，幕后大师引用经上的这句话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，即其一也。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一句话意思很深。啊，什么叫无住？啊，首先要懂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慧能大师在《金刚经》上就是这一句话开悟的。啊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啊，他一听就悟入。啊，怎么悟入的？你要晓得，他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放下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与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。他当下就回归自性，没有理由。啊，就像大师在此地所说，法而归。啊，法而是自然的意思，这个里头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就回归了啊，所以无住意思是说法无自性啊，法是一切法，万法啊。禅经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！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此地这个贤首过师在讲的，真如之法了，法而随缘。就是这一句，能生万法。虽然能生万法，它没有自体。啊，自性就是自体。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本性，就是真如。啊，是一切万法的自体。除这个之外，他没有自性啊。那么真如自性是共同的，所有一切万法都没有两样，所以从自性上讲呢，都是佛，因为你见到性就成佛了嘛，所以说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再给你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现在是不是是佛？这从哪里讲？从自信上说。除这个自信之外，你没有特别的自信，你没有。啊，这个我们《大乘经》里面佛常常讲啊，用海水、大海、水泡做比喻，这个意思好懂。啊，真如是什么？是大海。啊，自性法性是大海。
那一念不绝呢，就起了水泡。水泡怎么起的？一大海起。他没有自信，他的自信就是大海，啊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一切法，啊，我们讲的这个万法，我们自己，啊，人类出生，啊，恶鬼、地狱，啊，树木、花草、山河、大地，同一个自信啊。除真如自信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性啊。这一定要知道啊，所以它是一体的。啊，成了佛之后了，证得法身了。什么证得法身？法身好像大海里所有水泡全是自己，这叫法身。啊，看水泡了就发生，所有水泡都是自己。啊，本性呢？大海就是本性，一体，真的是一体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体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染污。啊，这个体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啊，本来是大涅槃。啊，这个体里面什么都有，啊，虽然它一样东西都没有，长寂光里面，它能够变现，啊，能生万物，不现的时候，不能说它无；现的时候，不能说它有，非有非无。啊，不现的时候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啊，清净心从来没动过，没有起心动念过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无自性，故无所住住。啊，他没有自信，所以他没有执着。又何况他刹那刹那的不住？它是无常的，我们看的是幻象啊。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一念接一念。弥勒菩萨讲得好啊，念念成形，行皆有实。啊，这个念非常短暂。啊，有这个念就有宇宙。啊，这个幻象就出来了。有实，见闻觉知出现。这是自性里的本具。没有缘它不现，有缘就现。缘是什么呢？一念不绝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一念不绝是几时啊？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啊？佛给我们解答的好啊，就是无始，没有开始。我们听了早年初学佛听到无始无明、哦、大概这个无明很久远就起来了啊，找不到开头了，叫无始了。
我们这个想法想错了。无始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本就没有开始。这才是真的话。啊，根本没有开始，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就在当下。就是现前这一念。啊，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吗？这心就是念头吗？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不可得。未来还没有来。啊，现前就是当下。说当下呢，当下就没有了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三心不可得。啊，三心不可得是念不可得。念变现的世界，念不可得了，这世界能得吗？念不可得了，这见闻觉知可得吗？全都不可得。菩萨说得好啊，这念极其微细啊，不可知持啊，啊，指你是。你掌握到持你想保持假的不可能，没这回事情啊，完全是假的，这才把真正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现象我们确实不容易理解，但是它太重要了。诸法实相，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你才肯放下，不要人劝自然放下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，你通通能受用到。哎，你放不下，放不下你完全失掉了。这个搞清楚就看破啊！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，看破你才会放下啊。可是后头有一句话说，放下才能看破啊。初学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放下先下手啊。你要不放下，永远不能看破。放下一分，你能看破一分。啊，看破再帮助你，哎，再放下一分，哦，那你又看破两分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到究竟圆满成佛，就是看破放下，相辅相成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。头一天我向他请教，他就把这个方式教给我，但是教给我，我不是很懂的啊，我也不会用啊，他教给我了，从布施下手，教我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从这下手啊，实际上我搞了二三十年才懂得。啊，懂得之后对老人家越尊敬。啊，越是爱戴。啊，真的我们一问是活盘托出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。佛法修学的秘诀你看看，讲出来这么简单啊！要真做啊，要真干呐！啊，要知道啊，一切法了无住啊，它不能住啊，刹那刹那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
在电影荧幕上看的画面，他有没有住？没有住，一张一张很快过去了。我们看到电影的这个荧幕上画面，一秒钟24次它是幻灯片的，张张独立了，它不动啊。开关速度太快了，让我们产生幻觉，以为它在动，其实它不动。它镜头打开，放一张幻灯片，一张照片，张张不一样，这是真相啊！所以它真的是无助啊。那现在我们晓得。我们眼前这个情景，一秒钟不是24张啊，24张就被人发现了，一秒钟是1280兆张，一秒钟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那谁知道呢？八地菩萨知道，八地菩萨定功身。心地清净，感觉到了，也就是有能力跟他的速度啊平行，看到了，看到事实真相。七地菩萨还不行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清清楚楚，宇宙之间的这个现象。佛菩萨是限量境界，它不是比量啊，亲眼看见的，哪里会错啊？所以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执着错了，你不执着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这一段呢，意思很深。明天我们继续再学习。